康熙来了，今天又要帮明星圆梦了。康熙来了的圆梦呢，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的明星真正想要见到的人，有的时候见得到，有的时候呢，就虽然见不到最想见的，也可以见到一些不那么第二想见、第三想见，所以多多少少会命中一点。那今天呢，来委托我们的有三位明星，欢迎三位，你们好，欢迎。三位当中有一位为什么打扮成伍佰的样子呢？闭嘴，蠢猪！你是伍佰，我是皇上。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是否我对你还有谢依霖？你这样打扮是因为谢依霖吗？是因为我是他的偶像，我是皇上。所以谢依霖今天就 OK 了吗？Finish。谢依霖想见的人依然是伍佰吗？我想见的人依然是伍佰，第一名还是伍佰，第一名还是伍佰。可是这主要是来看看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一点道德良心。所以如果我们聊一聊天之后，我们就叫这个人离开现场，然后你就会认为我们是派他去躲在帘子后面，然后又要来闭嘴，闭嘴，又要来糊弄你，是不是？对对对对对，看看我们能够这个坚持到什么地步。对，就如果我们做十次，然后发十次都是皇上的话，然后皇上还愿意来。他是有多闲啊？他觉得说也太好赚了，整个宣传期都是这样，每次都是来看谁。那就是真的，他很有空。好，你想见的人当中还有美食界的人吗？对对对，我非常想看到阿基师。但是我你要对他天朝鲁班，你今天是堂堂难不倒，我是阿基师。我比温某更卡搞出彩，神剧可以，我等一下就进去啊。还有吗？江蕙。哇，江蕙真的很为难我们。对，因为我觉得他歌很安抚我的心。你以为是谁呀？安抚你的心？还有就是更接近我们请得到的名单吗？因为我很狂练轻功剧嘛，所以说任何演过轻功的男生我都很爱。你说从地上弹起来的轻功吗？就是清朝的那个清，所以只要是演过阿哥的人都 OK 吗？对对对对，就是有一半头发。其实他是灵眼，就是某个阿哥的。不行。比方说，就是那个苏有朋呢？苏有朋来过，他有演过，著名啊，非常就是。所以苏有朋算一位，对不对？吴奇隆，哦，吴奇隆我也想看。吴奇隆啊，太夸张了吧？这不是很？因为你也想看，为什么吴奇隆到现在还没有请到啊？对啊，损刷一起，大家一起看。我那时候生完第三胎复出，不就是我最想要遇到的人是吴奇隆？我们好像制作人有去接触过，就有他说，就是他其实对于还没有做妈妈的女生，我还没啊。哦，对。对啊。哦，我们当时是以小 ，sorry， 我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是吴奇隆为他而来，然后我可以顺便看一下的意思，是不是？吴奇隆万一来了，他可能就是对于还没有做妈妈的人就比较……哇，所以小 S 你还沾光了，是这意思吗？你先不能外人啊，没有外人是不是？因为你刚突然问起，我很惊慌失措，因为我突然想说怎么会这么没诚意啊？我们所以如果连你的名义我们都请不到的话，以妹妹的名义，我们真的是。吴奇隆、苏有朋，就这两位帅哥嘛，是不是？林志颖，林志颖是我人生第一个偶像。林志颖来过啦。林志颖，我小时候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不太爱读书这样子，但是我为了他，我把电板上就是99乘法全部背下来，然后那时候我妈叫我背我都不背，但是我为了他，我就是迅速在一二年级把99乘法背下来，这就是一个就是还是林志颖出来脸上就有那个99乘法表，他说我回顾当年电板的样子，他如果在那边勤勉的话，我就会更 surprise。谢依霖，我跟你讲。你的帘子后面有人，是会开心的吗？还是像上次一样那种复杂的情绪？如果不开心的话，你们还要继续造孽吗？如果你会，如果帘子拉起来你会不开心的话，康熙来了明天停播。哇塞！赌太大了吧？真的假的？2亿美金？赌太大了。好，所以你先。你停播的是有经过我的同意吗？你要一个人主持是吧？因为我手上也只有这个节目。我也是。好。张兆志先生的名单，钟丽缇来过，为什么？我不晓得，他一直都是我
她都一直是我就是梦幻的女神 type。请问钟丽缇会不会知道你是哪一位？会，因为我曾经有主持过她的写真集的发表会。那当时你干嘛不对他表达好感？我们在工作啊，这工作一定要表示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感觉。可是那是几年前的事，很久，大概是起码有八九年了。钟丽缇之外，还可以给我们一点人选吗？许维恩，是许维恩。那你们不是才刚合作完吗？可是我们合作的时候真的就是工作啊，那时候对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我只要譬如说 po 一个照片说哈哈我也可以拍感情戏，然后就所有人上来留言说为什么凭什么你什么什么。所以你跟谢依霖的床戏没有人 po 说凭什么吗？没有，我跟谢依霖的床戏有不一样的反应，就是有很多人来我的那个社群网站留言说豆哥你干嘛起床反应这么大，其实他也没有很差。安慰干嘛沉默？他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失礼啊，你很漂亮啊，对啊，真的，我还是沉默，我真的接不上话哎。他最近染发没有比较漂亮吗？哦，你在模仿以前的小 S 吗？是吗？不会吧？还是范晓萱？你会生气吗？你讲实话，我不会怎么样。你是不是模仿 S 姐？讲实话，真的不是你。所以你现在模仿的是，就是想要美猴王发的，没有，就想用英国超模的感觉。哦，有。我觉得你今天专心，我觉得你有英国超跑的感觉。是超模还是超耐磨？是某一种轮胎吗？他今天专心打扮，就是因为等一下可能会见到梦中人。如果来的是苏有朋的话，你要怎么样啊？他可以骑马带着我在草原上奔跑吗？你是说假下面是木棍的那种？对啊，那根我在节目上我用过啊，你看那个。然后如果是吴奇隆呢？哦，吴奇隆我会狂练他。其实我本来觉得还好，可是他有一幕就是有一幕他就把马尔泰洛西这样抓过来抢我，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一刻就整个人就呼。所以你一说如果来的是吴奇隆，你要把他扑上去强吻吗？但如果他配合我是无所谓。没有，我当然觉得我只是觉得那一幕还不错。如果是吴奇隆来了，你会愿意让他在你面前？怎么可能？抱着吴奇隆强吻？当然是吴奇隆要强吻我啊！你看抢生意的来了。好，可是。所以如果他万一，而且如果今天真的是吴奇隆的话，我会很不高兴。万一吴奇隆来了，因为他怎么可能为了他来？是吗？英国超模，身为第三胎重新复出，就说也许吴奇隆会来当我们节目来宾，结果都没有。然后他如果今天为你来，我呸呀！节目停播。不然这样好，如果吴奇隆来的话，不准谢依霖碰他一分一毫，我不强吻，全部都归你。他视线只能看我，这样可以不要停播吗？是吴奇隆本人还是哪一个模仿的？谁会模仿吴奇隆？谁模仿啊？如果吴奇隆来了，然后竟然说是冲着谢依霖来的，我不行，那我们就停播。我真的，所以吴奇隆来了。然后呢，他眼中没有谢依霖，只有你，这样可以不要停播吗？我跟你讲，今天吴奇隆不能来。你被你自己卡住了，因为今天吴奇隆来的话，他就是有一点点是为了他，然后是为了这个单元而来。没关系。可是今天吴奇隆如果能来我们节目，就是纯粹是一个人专访，然后是为了我们两个之间的互动。Okay. 所以如果万一真的是吴奇隆敢出现，我要把他打昏。我收到。康熙圆梦计划，谢玲惊喜万分。麻烦你当你的听众，自己拉，真的假的？我跟你讲，你闭上眼睛，然后你就拉到了。再拉啊！不可以看，谢玲。可以看。张开眼睛，看一下。
康熙来之前，如果有感情史比较丰富的男明星来想要圆梦的话，除了他们想要见到的女星之外，康熙有的时候会附赠的是他的前任某一任情人。哦，还好，这还好，这还好，不大可能吗？十秒，不大可能，也是不大可能。你说康熙请不到你任何一任前任，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你说请不到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还是说他不在台湾？因为我没有，你没有前任情人？不是不是，我没有跟圈内熟识的人，所以我们没有要找圈内的，那就更不可能了。圈内的你们都找不到，怎么可能找圈外？因为我们如果刚好有人认识你圈外的女友呢？世界很小，慌了慌了慌慌了。我们最喜欢你一直讲不可能了，再说几句不可能来听听看。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那谁嘛。然后还有一位是陈汉典，我是皇上，我不是陈汉典。墨镜给我拿下来，陈汉典，其实我是施文斌啊。再回到心内，不会累的。陈汉典想见到的人有谁？费玉清。因为我没有看过他，我没有看过本人，你没看过吗？没有看过，从来没看过。现在很为难我们。对，因为我从小其实就看他的模仿，因为他很会唱歌，然后他以前那个龙兄虎弟跟。看点，你讲费玉清就是你摆明了说康熙请不到他，对不对？没有啊，我是真的想见到的人，我没有说，因为我觉得康熙太厉害，谁都请得到。康熙有一个很别扭的脾气哈，就是如果。请不到明星想要见的大明星之后，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跟羞耻感。嗯，结果这一股羞耻感就恼羞成怒，就去请他的前任女友。怎样要请？等一下，这个怎么会转过？这怎么会连过去了？康熙好像不太顺。对啊，这个怎么连过去？有点硬要找。康熙是一个有斗志的节目，硬要找。不是，请不到费玉清，那我们去请他。这是什么逻辑？你说请小虾来就算了嘛，对不对？陈汉典的前任女友很需要把他请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伤害他太深，没有啊，受太多苦了，折磨，没有啊，真的欠他一个很深的道歉。没有什么好道歉的，那就是很和平的。汉典，如果没有对不起对方的话，在康熙见一次面有什么关系呢？就因为他比较低调，我觉得这样也蛮尴尬的。对啊，如果愿意来，就表示他自愿的啊。代表人家想看看你啊，有什么没什么不对？因为你成名之后，他就没看过你了吧？因为你不接电话，他只能这样子。对，是不是真的假的啊？假的，说三句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再来一句，再来一句，我觉得有鬼啊！哪里有鬼？其实我还蛮想看到金城武的啦。金城武我也没看过他，你还有一句不可能没有讲啊，你只要第三句不可能蹦出来，我现在就本人过去把帘子掀起。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通告很奇怪嘛，就是前一天晚上才问我说我要找谁，不可能啊，真的，我觉得再来，不可能。哎呦，不是。但是我觉得康永哥你现在很奇怪，我其实向来都很奇怪。哎，谢依霖，麻烦你到你的那个门。自己啦，真的假的？你不要打错人哦。我来啦。我会看。谢依霖自己拉，自己拉。嗯。我们先拉到膝盖的部分。不能看，先拉就好。我只有我们能看哦。只有我们能看，你不要看，你不要看。有人，有人，有人。我看一下，你不能看，不能看了。女生呢？好，我跟你讲，你闭上眼睛，然后一直拉到底，来拉。眼睛不能睁开，不能睁开，不能睁开，不能睁开。真的假的？再拉啊！不可以看，谢依霖，哇塞，完蛋了啦！谢依霖。嗯，可以看了。张开眼睛，张开眼睛看一下。请问是哪位？二姐，二姐，是江蕙吗？我妈妈。
我们怎么把人家妈妈请来？也不写谁？阿朱姐，阿朱姐你好，哎，你好，阿朱姐，欢迎欢迎，来来来。所以你有多久没有看到妈妈了？还好啦。哎呦，你哭什么？是有一年没见了吗？也不至于啊，常见面呢。常见面个屁呀！你少在跟我演煽情戏嘛。所以他吓死了。妈妈住哪里？为什么不容易见到？因为我妈住花莲。花莲 ，OK。你不会是昨天才跟她那个见过面吧？没有没有没有，是还是真的是一阵子没见，因为我前阵子在跑宣传。所以你身价上亿之后就没有再理妈妈了，是不是？到目前为止，他的表现你应该都很高兴吧？还 OK。你该不会刚刚看到妈妈的时候有一点失望吧？没有，怎么会是他？没有，因为完全不在你的名单里耶。不在我名单里啊。OK OK， 这样过关吗？很好很好，因为最近很饿，想请他煮点饭给我吃。而且这样不算耍你吧？这样不算耍我，好算算你们够。算有诚意对不对？对，节目不用停播对不对？对对。不是苏有朋也无所谓吗？无所谓，无所谓，都请到妈妈，我怎么不能不孝顺？我这里来干嘛啊？对啊，我也是很爱我妈啦。好，好，欢迎阿朱姐啊，欢迎，请坐。前女友冠霖、康熙、陈冠杰、刷雷蛋。我刚刚看到这个妈妈出来，我就觉得好像不能再乱说不可能了。你自己拉也该拉了。自己拉，自己拉，因为我的专场就是拉脸。对啊，你不要崩溃，不要崩溃，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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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女，小美女不要睁开眼睛哦。好像美女哦。康熙来了。对，我刚刚看到这个妈妈出来，我就觉得好像不能再乱说不可能了。跟我比较想要看到你以前交往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吧？可以，就是小 Maggie Q 嘛。你这样讲，等一下我帘子拉起来不是小 Maggie Q 的样子的话，我们怎么办？但是我真的没有夸张，除非你们对又弄一个莫名其妙工作人员在里面，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可以快一点，我们再聊一下。为什么要让客人站那么久啊？我们再聊一下嘛。真的要开了？我不要让客人站那么久啊。要开了吗？哦，对了，来来，强强你把西装穿上。哎。因为要见前女友，我觉得应该要穿整齐一点了。真的假的啦？蛮帅的，蛮帅的，蛮帅的。你今天见前女友这样打扮 OK 吗？我觉得头发不好看，可是就没办法，因为刚刚戴假发。你要你自己拉帘子，要我拉？我自己拉，你要自己拉吗？因为我的专长就是拉帘子。对啊，我要好好在他面前展现一下我的。我要确定那个有摄影机会拍到陈汉典拉起帘子的时候的脸部的表情。妈好起来了，那你要站好在这边，不是那是谢依霖的门框，你要站脸要对哪边才拍得到？啊，这样拍得到，好。哇塞，我们先到膝盖好不好？来看点，我可以张开眼睛吗？到膝盖我看看，陈汉典有人在后面呢，不要闹了哎，不是，我跟你讲，在昨天才跟我讲的，你眼睛闭着哈，在场唯一不会骗你是阿朱姐，阿朱姐这个。露出来的小腿是男生还是女生？小女生。哇塞！你看他的腿是不是就呈现出前女友的气氛？这个也这题本来有这么好看吗？再走再走，再来再来，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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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们不去找费玉清呢？金城武你们都不理我。再来再来再来，对，现在讲都不理我嘛，对不对？我要飞加拿大嘛，对不对？陈汉典，不要崩溃，不要崩溃，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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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女，陈汉典，不要睁开眼睛哦。好像美女哦。真的？怎么会这样？真的假的？怎么会这样？好，那个停一下，你不要睁眼睛，不要睁眼睛。一、二、三，睁开眼睛。可以看了吗？可以了，看吧。
的第一句话是这句话吗？真的没品啊，陈汉典。这是我们的实习生啊。我觉得蛮漂亮的，对，很漂亮啊。不行吗？我刚才不是针对你啊，针对这整个气氛。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本来想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最近好不好？你是在问最近好不好，对不对？很久。好啊，那来，妹妹，你去休息吧。好，来，来站这边。想好了嘛，对不对？对，所以就是要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对，我帮你拉吗？我帮你拉，你只要专心讲这句话就好。哇塞！真的假的？没有，汉典这次是真的准备好。我要说你眼光真的不错，好像 Maggie Q 的吗？好像。朱姐，这个蛮漂亮的，对不对？嗯。好，那我先让开位置了。好。哇塞！来，张开眼睛，我喊他三，转过去哈。好。你记得你要讲什么吗？你不要再骂脏话了。我不会，最近好不好？最近好不好？ OK， 一二三。最近好不好？我只想天个 break。哎，你这是谁？哪一位？他是帮我借道具的，每天帮我借衣服的小韩呐。他是利友的前女友啦。利友，我们在用这个前女友。下次重来换一下，帮我换一下好不好？啊，小孩，谢谢你，好，谢谢你，你去休息。没了哈。不能这样弄了，真的。我们不可能弄三次，陈汉典。这样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所以这次没有人了，没有人，我就拉帘子高兴而已。真的吗？你站在那边。我要站在这里。没了吧？没有。说没有了。没有了。三次。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怎样？对不对？好像没意思啊！他快崩溃了！其实我刚才讲没有的那个同时，我自己心里哇，这个还好。讲脏话！不玩了，完事完事。张兆志，换你了。我真的还好吧？兆志，我真的还好。好，到你们旁边去。我真的还好吧？这不就起码都是漂亮女生啊。耶，所以钟丽缇的话抱一抱，然后许巍的话对看十秒，然后接吻。嗯，但如果是前女友呢？耶！不会吧？不会啊，那我代劳来。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站这边，好来。哎，为什么不是？等等，这我现在自己站在这边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可以看吗？我可以。哇塞！有想起来的？有想起哪一位前女友吗？等一下，请问第一句话要讲什么？闭嘴！我第一句应该会说你怎么会来这边？这么无情？不是，他就说他想看到你呢。不是，那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吧，不用这么那个这么。啊！破事了。其实蛮正的，是漂亮女生，是很正。哎，你挑女友的那个眼光真的很不错。想好了讲什么吗？就是你，对，就是你，你怎么会来这边？真的。一、二、三。你怎么会来这边？哎，你讲好是要对看十秒哦。哦，他说对看十秒，然后就要接吻。哦，他不是我讲，是他讲的。不，没有到接吻，我只是说我希望我有那个十秒钟的机会。S， 他们要不要
拉着手到前面去对看。我觉得到中间来。哎，来来。好，来你拉许愿到前面。开始喽，三二一，开始。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十秒了。亲下去，亲下去啊！张兆志，十秒了，加油！亲下去，张兆志，张兆志啦，张兆志。我知道，我懂，我懂。什么？他不要？他眼神有不要吗？他很客气的，他有很客气。他有给你拒绝的眼神，眼神。还是他有捏你的手？他没有。他没有。你经过前女友的惊吓之后，大家都惊魂未定，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原状。许巍很大方，今天来康熙见张兆志，真的。许巍，谢谢你，谢谢，谢谢。神秘嘉宾现身康熙，谢林、小魏森精神尖叫。谢依霖，麻烦你到你的门框旁边去。到门边去。不可能！陈汉典逃过一劫，然后谢依霖不再怪我们了。对，所以今天算是 OK 我们一笔勾销，圆满的结束啊。谢依霖，麻烦你到你的门框旁边去。干嘛？五百啊，皇上啊 ！I don't scare, I don't scare。你不怕对不对？我超不怕，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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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讲的真好哦，真好。我表现在，哦，我觉得应该就是皇上了啊。谢依霖，笑成不用闭眼睛。我们先到膝盖来。你们这样挑战你的排尿功能呢？来到膝盖，到膝盖来。我爸。你可以看着，停停停停停停停，皇上，苏永红啊，我真的谢依霖，谢依霖，到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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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停停停停停停，徐熙娣，徐熙娣到门边去，不可能。谢依霖，到底。熟悉我有头发的样子。你是郭子乾吧？你知道你多久没看到他了？怎么会是真的吴奇隆啊？是他本人呢、啊。而且你走开。他说他是为你来。对，没错。真的假的？对啊，对啊。那我那那。他也喝到最后了。他要帮你。赶快拆散他们。所以你从上次放话，你干嘛一直在旁边呢？没有来啊。好了，这一段我真的没料到哎。请问上次你放话说要他来之后，
你没有采用其他管道跟他私下见面吗？完全没有。没有。为什么？以你的权势，你当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啊。因为我毕竟是已婚妇人呐、啊，我想说我也不能表现得太积极。然后你心里面有一点失落，为什么吴奇隆不能为你来一次康熙，对不对？因为当时要邀他的时候，他好像正在忙着拍戏，然后 B 度就有说也许可以发到他，可是他最近真的很忙。哎呀，讨厌啊！吴奇隆。你妈，你我也很爱我妈，我也很好，你算你们狠。我们给你妈妈，你不满意？我好，没关系。所以为了吴奇隆，不要妈妈吗？要是。三位姐呢？吴奇隆，嗯 ，S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牵着他的手到那边去对看十秒钟。十秒够吗？不够。你要知道，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所以我骂我，我要所以我回来了。嗯。哦，来救你了。没了。亲下去。我觉得五秒就好了，然后五秒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 ？S 可以自己决定。亲下去。好。我那时候拍你演《步步惊心》的时候，我就好希望我是若曦。然后呢？我希望你跟我说。辛苦你了，不要害怕，有我在。哎呀，我会拿披风帮你挡着。好，来整段戏演。那你要跪着。没有，应该先不用。不用跪。我就是说最近是很害怕。好，你帮我喊一下 action。三二一 ，action。最近的风风雨雨，让我每个夜晚都好寂寞，好害怕。我都会哭着醒来，说谁啊？谁可以来抱住我，跟我讲，不要害怕。这人到底谁？太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辛苦了，没关系，有我在。你是郭子乾吗？不是，等一下，因为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他不是吴奇隆啊。他很像洋娃娃，所以他不太习惯我有头发的样子，因为你看的时候。好，从那边从。啊，从哪？还要再来？留着从那边。好，从吴奇隆那边开始 ，Action！ 辛苦，有我在，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啊？答应我。啊，还要答应什么？不要再吃面包了。不要再离开我那么久了，好不好？啊，好。嘘，别说。把我抱起来，把我带走，也离开沉香之地。自己凌空哎，自己凌空，带走了。还没到。好了，能站起来，我把他累死了。小S无厘头搞笑，吴奇隆也难以招架。你知道徐熙娣最近心情不顺吗？我知道心情不好。那你知道怎么逗心情不好的女生开心吗？我很怕痒。我真的是敏感的。你就这样抠我这边，我都会很开心。你这样我能记。嗯，我位置给你坐，我要去那边了哈。为什么？慢慢聊。这集节目就这样了是吗？没有没有没有 ，S 有很多事要跟你讲。怎么了？所以，他刚刚说，我跟你讲，他刚刚说，如果你今天敢出现的话，他要把你打晕。可是我很壮哎，你要打晕我？不是，我想知道是，你是何时知道要来的？其实，因为我现在也是一直在拍戏。那制作单位很有心，邀约了很久，然后我是到什么时候？上个礼拜，他们说有。那你知道徐熙娣最近心情不顺吗？我知道她心情不好。你有在 follow 我的新闻哦？有。那你知道怎么逗心情不好的女生开心吗？我很怕痒。喂，我真的是敏感带。所以制作单位发你这个通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是说，
没有，其实因为我平常很少机会回来，然后也很少机会上节目。那这个节目是我一直有在跟进的啊，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的节目，所以说让我来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想太多就答应了。所以如果 S 不是透过康熙来了，而是私下邀约你吃顿饭，你会赴约吗？私下不一定哎。为什么？第一个，如果是私下的话，可能真的没有时间的。所以你今天来是为了也求一个曝光吗？对，曝光是一个重点。对，你要在层考量。没有，其实真的是回来看看了。然后，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上次，制作单位请我录那个 VCR 的时候，因为那段 VCR 你都一直没有讲说西地怎么样，其实你就是一直讲话，我就怀疑你其实是在。其实我前面有讲小 S 的，可能是被他们剪掉。S， 你比较希望他叫你西地，还是叫你小 S， 还是叫你 S， 还是叫若曦？叫我西就好。西。那句话好容易被误解。我而且你的名字最后一个明明是地呀，怎么会？因为他他刚刚才拜拓野为师，对啊，拓野才刚，拓野就是他，算是有学到。哎，吴奇隆，如果有一出戏是徐熙娣演，然后邀你一起男女主角，然后有吻戏，你会欣然接受吗？没问题啊，可是其实我有想过，因为我现在有在制作戏啊，有想过说是不是可以找。可是我已经生了三个小孩了，我不觉得观众会想要看我演一些情情爱爱的戏。不会吧？现在很多戏，因为你的知名度跟你的型跟你的。他不是要听这个哦，他说他有三个小孩的时候，他其实想问你说，他在你眼中小孩不重要，小孩不重要吗？可是我在说，我在你眼中会不会透露着妈妈的味道？还好，一直都没有这种感觉。哇！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女明星跟我一样漂亮，可是她是没有生过小孩的，你会找谁跟你演对手戏？我这个我觉得要看戏的类型。吴奇隆，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跟她一样漂亮。我愿意三点全露。可是我不会，而且不用打马赛克，人家是制作电视剧。可是我不会拍这样的戏啊。床戏我是真枪实弹。好了，别再打我了。哎，小 S， 你出道以来应该跟他有见过哎。我们其实见过很多次。小时候见过。见过很多次。所以《步步惊心》之后，他对你来讲是一个不一样的吴奇隆。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在里面很帅哎。那现在不帅。现在帅，是因为长头发了，不是因为爱你的时候是你在那个古装剧当中，所以你今天以时装剧的样子出现，我是真的有一点怀疑不是真的你，可是还是很帅，就是像郭子乾嘛，现在没有是很帅的。徐熙娣，你如果没有要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我要给那个谢依霖一个交代，因为毕竟。你说给他交代好啊，那个拿那个尊严的来。因为毕竟说要把吴奇隆揍晕的是你，而说要跟他没有。你今天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你知道有谢依霖这个人吗？所以他们是说只是为了我而来吗？是。谢依霖，你在他心里没有位置哎，你这样还要那个？他现在是华人最有名的反串艺人。好，那这样好了，谢依霖，他心里没有你的话，你就抹除这一份吧，好不好？不是，林志颖还在后面站着，因为你也没有说很喜欢吴奇隆啊，你不是说你最想看的是林志颖吗？我都很喜欢啊。他把你跟林志颖拿来做比较，你觉得这样有礼貌吗？他刚刚说要打你，我可没有想要动粗。我说要打他，是因为我不甘心把他分给别人，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而且，西弟说如果。吴奇隆是为了谢依霖来的话，不但你要揍他，而且康熙要停播嘛。所以他现在不是为了谢依霖来，所以我们康熙可以不用停播。对，第一个康熙不用停播，第二个
总要有人替谢依霖做谢依霖想做那件事情吧？那就是我啊！什么叫总要有人强吻？对啊，谢依霖要强吻，你现在不让谢依霖吻，那总要有别人做这件事啊。我们欢迎皇上。弟弟，吴奇隆是你的了，你还要什么？你不准走过去哦。我没有要做任何事啊，你们就结束了吗？就这样了，没有人了。你最近在拍什么戏啊？我在拍一部古装的喜剧《犀利人士》。哎，《步步惊心》不是要拍第二集吗？拍完了。拍完了吗？访问过程中可以渐渐靠近啊，没有关系。你当时拍《步步惊心》的时候有没有很辛苦？拍那个戏的时候很辛苦，因为很冷。他就战斗位置。你怕冷吗？怕。我知道我们摄影棚现在非常冷。他好冰哦。怎么办？快拿袍子把我们披住，给他温暖。不要怕。哎，你要下手了吗？没有，因为我毕竟还是有老公。你还知道这件事？OK， 好，所以高兴了吗？要开心了，因为最近真的要给你加油打气一下。我还是不可置信，你们是什么时候发到他的？再去楼下把他找来的。我刚刚经过楼下被抓进来。你跟我发现是真的吴奇隆。刚才问到，因为现在近看觉得鼻子不太大。不要再闹了，是不是你演的？你刚才问到一半的事情，就是吴奇隆现在是电视制作人，嗯，然后你正在制作戏是，《犀利人师》是一部古装的喜剧 ，OK， 所以你现在是真的忙到有时候回台湾都没有空回家。我现在一年能回来一次算最多了，每次大概就两三天。这一集等一下播完之后，小 S 可以有你的联络方法吗？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然后他如果谨守妇道，就是只会传一些问候的简讯 ，OK 吗？可以啊，挺好的呀。所以等一下这一集录完，除了我之外，你不会跟其他任何人合照吧？不会，你连合照都不给谢依霖哦。你还有什么要限制？我不想要让任何人觉得好像今天是有为了别的事情而来。哇塞！那我知道了，我们就把门打开，然后他牵着你，你们两个就出去，同里人都无法干涉，就是封锁他就对。对对对，哇塞，不能合影吗？不可以。这两个祖孙威力，对，而且没有这个名字，这名字没了。好，吴奇隆，麻烦你牵着西弟。然后呢？然后就走了。他要去拍照，他要跟你拿联络方法。好，走。又是鬼。为了给小 S 一个惊喜，制作单位偷偷的邀请到了吴奇隆。那在节目之后，我们还特别送上了他们私底下的画面。明天我还得去。真的好开心，看到你。录音。录音。好了，真的很感动。好，来。节目录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想说蔡康永有完没完，就是到底要拉帘幕几次，所以我真的没有料到会看到吴奇隆本人，这个是最近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很感谢你，然后也很感谢制作单位帮我安排一个这么大的安慰。好，微笑，好，加油，送上一袋面包，快点。天然的，只要有需要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谢谢。下次要答应人家戏的邀请哦，会不会短短的出现了？可以，我有可能可以回来拍，回来玩。真的吗？那就再次感谢咱们吴奇隆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本节目，让小 S 的圆梦大惊喜大成功喽！